大帅，大帅，你那么大嗓门，闪闪，这给胖虎吓的，吓得差点跑养老院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英俊，英俊你要干啥？嗯？来，你看到了？哎呦我去，这家伙神偷的小手啊！完了吧，勾住了吧？哎，我拿回来了。别管你动作多么的婀娜，只要我抢，你还是抢不过我。你这急的呀，啊，跟走马猴似的。哎呦，你看英俊，哎呦，嗯，这手摇的很快呀，再摇起来，来，跟着我这个方向摇起来，我去。这出击的这么是时候，一下就给抓住了。大帅，你是不是又吃亏了？你看这地下的白毛，他们是天天帮你换毛呢。来，酸菜，来，熟悉吧？这个逗猫棒，这还是你主人带来的呢。这可是你和路易小时候玩的。也不知道你们怎么玩的，居然还没玩坏，宝石这么好。我是不是太高了？我这回放低点儿。我去，胖虎跑过来了。来，酸菜，你瞅大帅脖子都躁动了，来吧，大帅。哎呀，行，大帅行，你是没白帅呀，帅里还有内秀啊，偶像，看偶像怎么样？要跑啊，这影响你午睡了呗。这声音有点像那啥啊，像有点捉妖的法器，收了你们。来，顶顶胖虎，你直接要收我呀，给你左右各一个。哎呀，你瞅你呀，这小玲玲都成了你的耳部按摩棒了。这个灿灿吧，灿灿，这个玩那个激光笔，你是一把好手，你这个行吗？我去，一举宝，来，刚才灿灿也是伸脖缩脖端枪的要上来，结果你是抢先了。来顶顶。我这么多说说的容易吗？快上来扑啊！来，好看。大帅，大帅。来，大帅，你也不能太帅了。举宝。举宝，你瞅你，这像个害羞的女生似的，藏在大树的后面，等待情郎哥呢。干啥去了？胖虎突然就跑不起来，跑到门口就不动了，咋了？内容出现什么问题了？好看，特意来的啊！你咋了？真把这个当法器了？偶像这会儿跑这里了，你说这是影响你午睡了？对，酸菜是上来了，我把两个分开，两个可以逗两只猫。酸菜今天不是很活跃哈，昨晚熬夜了吗？胡云俊，你呲牙咧嘴的闻啥呢？同性相吸呀，你不绝育了吗？咱俩不算同性了。酸菜终于能够开开心心的，你是要干啥？闻这个毛的味儿呢？沈阳味儿，这是沈阳带来的吗？沈阳鸡架味儿。我去，你幅度太大了，你给酸菜都淋跑了。好嘞，小帅哥，
中华田园小帅哥，为了配合你，我重录个视频啊。